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街道上，有许多户外屏幕在同时播放。普京在演说中指责美国主导的北约挑起乌克兰冲突，声称将继续对乌克兰的战争。 普京还宣布，俄罗斯将暂停参加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说，国防部及相关部门必须做好恢复核武试验的准备。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发布声明说，俄罗斯宣布暂停参加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非常不幸和不负责任的。 我们将仔细观察，看看俄罗斯究竟做什么。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离开基辅，抵达波兰华沙，与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这是拜登一年内第二次访问波兰。拜登还将在华沙就美国如何团结全世界支持乌克兰人民发表讲话。在波兰避难的乌克兰人期待拜登到访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带来和平。 На что мы надеемся? Мы надеемся на мир во всем мире. Это самое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желание, это просто мечта, чтобы в Украине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война. Чтобы в мир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так же хочется.